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杨，我是怡怡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久违的玩具开箱，好久，真的好久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我们在高雄开了一家玩具店，对对，所以我们也其实有陆陆续续买很多之前预购的玩具，也慢慢的到了。对，预购这种东西就是。你买下去之后，你转完你的定金之后，你就会忘记它。对，你就会忘记它。你最好马上忘记它。然后它就突然一瞬间全部到，然后开始付很多尾款出去。对，就是你等于你买了两次玩具的感觉。没错，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好了。对，这个不是预购的啦，这个是。这是我买的。这是杨很喜欢的。这个是我去虾皮买的，因为我原本是要放在一个鸟笼里面，因为我以为它很大。杨以为是这样子吧？对，我以为大概是这么大，它因为它是1:1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买的时候在虾皮买1500，然后这只是正版的，因为你去这只好像是韩国的哈利波特的主题，不是英国吗？我不知道是韩国还是英国，我不知道忘记了的哈利波特主题乐园在卖的一只多比，然后它的厉害是它的衣服是布的，对，然后这边有点点那个烤焦烧焦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瑕疵瑕疵。没有，他就是因为多比的故事就是那个主人给他一件衣服，他就会自由，所以他们没有衣服状态下就是穿这种破布。我觉得大家还可以是再继续找，再继续看，然后他的 PP 照还有做出来，他 PP 这次我觉得大家可以买，脸很真实，这次很漂亮，而且他这么大的尺寸我觉得够了。下一个，这个是 Toy 1001的作品，新的作品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很喜欢这一个、欸，这次很酷。它整体的包装走美式的那种诙谐感。嗯，它的名字叫坏男孩，它叫做 Back October。坏囝。October Boy。然后这次的故事就是他在欺负一只兔子。嗯。它里面有一本小书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好的。它包装这边有个兔子，就是一个兔子的贴纸。然后你要拆开这个包装，你必须要把它头撕开。就像他后面的故事的一样，他用他的手把他头给斩断，然后里面呢就会附一个，就是一个他的身份证小卡片，他是做这种大耳朵的，然后还有一个痘痘，这只是一起色，然后他只有18只，就是第七。我以前会很喜欢这一只，哎，真的很酷啊，他就是那种土土的感觉。我们店里之前有抽选，就是那个嘉年华版的，它是拿气球，我觉得那一只我其实也很喜欢。那一只是那个，那只好像是什么鬼精灵的那一个，那是什么？对，然后它有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它头发一撮毛。我很喜欢那一只，可是因为那个抽选的，所以就把它抽出去，我自己也没有抽到。然后它整个细节的涂装我觉得很漂亮，而且它的脸的痘疤，它跟我一样的，对，很多痘疤，那种应急的那一种，然后雀斑啊，然后那种两颗小乳牙，很坏，天真无邪的坏。它也不是坏，它就是坏。你看它的手是这样哦，因为它的漫画是这样子砍到它的头，它这边可以转的，你看它可以这样子，它就变叶问比例。大小尺寸我觉得很刚好，摆起来就漂亮。可是因为我舍不得摆，所以我都是放在盒子里面，然后放在很高的地方给大家展示。这样你也是飞天小女警的收藏者。没错，他们在纸箱里面。好，我们来介绍第三个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 Dino， 超大，而且它进不了室，它只能这样子才能进去。对，它是有两，它有指甲出一只啊，弗莱德，对，弗莱德。大家你不知道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来给大家科普一下。它长这样。它长这样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们的童年，我不知道这个童年断层会不会有断的很多。应该是断蛮多，因为可是我们的观众其实跟我们的年龄层差不多，哎。对，这是以前的，这是一个 Cartoon Network， 然后它这一支这个摩登原始人播完，就会再播一个太空版的摩登原始。它这一次很特别，是它这边有个类似 WiFi 什么东西，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一直没有连到。如果有买这一只的朋友，可以跟我们讲，这个是在干嘛的？我好喜欢它哦，它是我们的镇店之宝之一。我很喜欢它。对，这个我们要讲一下，这是我们第一次买的玩具，我们第一次买这种玩具，1000趴的库伯利克熊。对，然后这是 Gummy Bear。不是啊，是 Care Bear。可是我们不会玩熊，我们会买这个纯粹是因为 Mia。对， Mia 就是黑杰夫的妻子。对，然后我们是 Maggie 嘛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说要买这一只。对，因为它是毛茸茸的。对，他说这很可爱，你不买吗？然后我就想脑波弱，我就跟他一人买了一只。对，然后他应该也收到，可是他应该收到，他应该还是对当时的冲动有点后悔，因为
我其实有点一点小后悔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其实他要摆出来的话，他是必须要亚克力罩的，他不能这样直接摆出来，因为直接摆出来的话，它会卡灰尘。然后它头这边的话，因为它的上下部是分开的，所以它头转是可以转的，是不去影响到它的。好可爱哦！这还蛮酷的，就是熊这种东西，就是你有喜欢它这个 IP， 它有出，你就可以买。然后熊这种东西就是摆在家里，整个家都吵起来。好潮哦！这个放在地板，它应该不到一天直接被毁灭吧？应该会被毁灭。可是很多人，像我看那个，我偷偷看那个我们纽列的老板的 IG。他私人 IG， 他也是都放地板，然后亚克力。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很潮的家庭，人家来我们家不是这样坐在这边，然后。哎，你有玩熊哦？没有，没有，小玩而已，小玩而已啊。这是你买的，来，我买的，来。耶！看一下，没错，他的背影，那这面帅炸天，这只是刚到的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我不知道你有买这一只。脑波弱的时候。哇靠，这只很帅哎。它有味道，它是胶味，它有纹身贴纸的味道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来，我还是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音，因为听说盗版的声音不一样。会怎样？我不知道。可以，哎、欸，熊它这边是可以动的。它这个手像 LEGO 哎。对啊，因为它是老鼠，所以它有做它尾巴，它尾巴是做涂装的方式去做一个涂装的。它这个应该都是有联名的吧，正版联名的吧。这个是我们近期我们两个人很满意的玩具。对，熊。熊，因为我现在收到熊，我才知道，摆起来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那种潮流的感觉。然后点一下八号线香，哇，那个整个潮味都出来了，有点不错啊。就是熊这样摆起来就是蛮酷的。你看。它其实这一只的价格跟熊价格其实差不多的价格，对啊，差不了多少，差不了多，差几千块而已啊。可是这样摆起来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熊的世界太难了，我们不懂，但是我们就是买我们喜欢的玩具，对，喜欢的 IP， 喜欢的玩具，然后分享给大家。对，那如果我们有讲错的地方呢，大家都可以留言跟我们讲，也可以纠正我们。对，可以纠正我们，因为毕竟是新的坑啊。对，我们要入坑啊，没有，我们没有入坑，我们要入坑，我们收我们喜欢的玩具。我觉得我们现在玩玩具要改一下，就是我们不要再像当时候为了收而收。对，玩哥家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为了收而收。对，你把玩具玩成这样之后，你的那个。感觉就会不一样，就是你玩到后面，你就不是收到一个玩具你不会很兴奋，而是为了收它而去收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可是我其实这次打开这一只 Care Bear 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，你就无感，我喜欢，你喜欢哦，对我喜欢，我喜欢这一只。那这就是以上我们的玩具开箱啊，久违的玩具开箱。可是我们最近买很少玩具，会不会下一次又是？这是应该是我们玩具开箱的，期望可能偶尔会出现一次啊，因为我们不像以前那么会买。对啊，毕竟有要紧的事情要做。对，我们在干新的东西，所以玩具可以玩，一样会玩，只是玩的比较小而已。对，小玩，我们现在是小玩。小玩，对，小玩。你像之前是沉迷在玩，没在干正事啊。对。现在开始干一些正事，就是玩具。我妈应该会哭出来，因为其实她看到这部片哭出来就对了。没有，可是我觉得她自己应该要感受到，就是最近我们有比较收敛了。她每次以前看到我们就说啊，麦哥贝啊，麦哥贝啊，两天来一次包裹，麦哥妹啊，麦哥妹啊，她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她不反对我们玩，对，她不反，她我妈是一个不会反对我们去做任何事情的人。可是我妈好像也没有，对，你妈也不会，但是她只要看我们这样子没有节制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看不下去，放不下了。对，啊，那就以上玩具开箱，喜欢我们订阅我们三个频道，第一个频道 Cindy 的脑洞。第二个频道养你的体体，第三个频道我们主频道是你卡卡，拜拜，拜拜，后面有细节展示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。
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